哎呦。你从未带孩子在天坑体验过90米高空的神降，丛林飞拉达，轻度的探洞，请给我把视频看完。我们在走这个乡间小道的时候，正儿八经的走这个石头的部分，不要走左右两侧，不要用脚去踩呀，用手去乱摸呀。夏天的话，它有可能有蛇鼠这些，就会很不安全。像鱼胖这样走在路中间，因为蛇的话，它不会跑到地板中间来挡道。正式行程从300米丛林飞拉达开始。鱼胖现在在林间体验这种野穿，也有这种安全绳的这种保护，就心里更踏实。右侧的悬崖位不会掉下去。山地攀爬，钢索穿越。今天小黑是我的御用摄影师，一直在给我拍。钻洞后，直面90米的悬崖。当你站在崖壁之上，鱼胖慌不慌？慌个一逼，勇气打个耶，终能体会到翻山越岭只为一场遇见。同情，我爱你。稍事休息就需要调整呼吸。老驴子，小孩多大可以？3-5岁多都可以，5岁以上都可以。准备90米的高空神降。几岁？你今年9岁，还是很厉害，很勇敢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下面就是90米的垂直落差高度。吴征奇加油！吴征奇加油！惊魂未定，30米高，黑压压的洞口，很压迫感的进入了视野。教练无情的将我们继续捆成粽子。神降至洞内，教练说巨灵洞路线很长，走几天都走不完。我们轻度逛了一圈，打卡后就结束了整个行程。行程看似很刺激，其实就是一个入门级的亲子天坑体验。尤其是灵崖飞拉达的打卡机位，可以在朋友圈炫耀一天，更可观赏天坑内独有的一些植物。这个是不能摸的群马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哦。关注鱼胖，让你对重庆更有想象。